大家好，我是小露水的主理人露水。由小露水总冠名的2024中国汉服文化节将于11月8日至10日在厦门园林博览院举行，诚邀大家共襄盛举，再续华章。我是从小受我爸爸的影响，就是他很爱画国画和工笔画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国风。在2021年底的时候，我和我先生一起共同创办了小露水这个汉服品牌。刚开始我们是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偏复原啊传统的款式，助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。后来呢，进入汉服市场，我才发现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尝试汉服，喜欢汉服，让汉服真正的破圈，就要在传统汉服的基础上面多做一些创新和改良，让汉服可以更加的生活化、日常化。那这次的汉服文化节，我们会带来我们的一些款式，像城市系列的厦门主题月英凤凰花，还有我们的吉祥水果系列的平安顺利没有烦恼，以及和现代元素融合比较多的牛仔套装现代诗。最近呢，我们还推出了我们的文物主题系列，我们加入了 AI 算力的辅助设计，开发了我们的新款特别漂亮的龙纹琉璃。在设计这套衣服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即使它是传统款，那它的单品拆出来每一个都是可以日常穿搭的。我们举办这次汉服文化节，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汉服是可以破圈的，可以一起打造我们现代的新中式的生活方式，搭建一个平台，让各个领域的国风品牌都可以加入进来，然后在这边一起共创，推动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，进一步的助推我们文化的自信和自强。